个央视报告，此刻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。我们已并且播到会的主任学的幼儿们，这些孩子们是几岁啊？4岁到6岁，要呈现话剧。这些孩子们真的不简单，他们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排演啊、排练啊、练习啊、彩排，然后有时候忘词，还有父母亲提词，那有些演到一半说我要去学啊，真的是好多好多的花样哦，真的好可爱哈、哦。所以待会儿啊，他们演的时候啊，突然出现什么状况哦，你们不要觉得很奇怪哦，因为小孩子他们还第一次上台演戏哦，不知道什么叫做演戏，但是呢，他们尽了力，还有父母亲好辛苦，老师们也好辛苦，还有一些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都在很辛苦的来帮着搬道具啦、安排道具、安排这个那个的哦。还有衣服，哇，那衣服啊，就是哇，这个是我们的教会的爱心的姐妹们哦奉献，然后他们自己改呀、啊，这样子，反正呢就凑合凑合。今天他们是我们的节目的主角之一哦。好，我们以最热烈掌声鼓励这些主持人为我们呈现的话剧，是耶稣的诞生。Thank you.
是那边有件马槽，你可以去用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三位博士们，我们的皇帝想要见你们，请跟我来。
全世界最大的王。博士们，听说你们要去找婴孩耶稣。是的，我们正在路上。你们找到婴孩耶稣后，告诉我他在哪里，我也是要去朝拜婴孩耶稣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再见了。再见耶稣，再见耶稣的爸爸妈妈。
书，因为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亲爱的叔叔阿姨们，你已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了吗？刘世峰牧师，我们掌声鼓励。